谢谢，第一次来到咱们天津，哎，头一回来，来这儿表演相声啊，录制节目，对，特别的激动，心里激动。可能您对我们哥俩不太熟悉，都不认识，比较陌生，哎，有必要呢，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，这咱得说说，我叫李涵，我叫云生，您各位都看得出来啊，比较年轻，岁数都不大，我今年是刚刚19岁。多可乐，你多大？19啊。你让各位看看，这还是化妆以后的呢，知道吗？19，我怎么了？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啊？你就比我大3岁。对，你这才叫装嫩的，知道吗？谁怎么了？咱真19啊。别逗，96年生人，19岁啊，户口本上写着呢。哦，九六年，今年是第五。十九。啊，19啊，19，我16怎么了？你还好意思说16呢？我16怎么了？怎么16啊？公岁。公。32是吧？那怎么了？装年轻。什么叫装年轻啊？装嫩。小伙子往这一站，各位年轻嘛。你就哎。您各位可别不亏心啊。没有。不是我们年轻人跟你们可有区别？有什么区别？我们年轻人有梦想，梦想人人都有。那我问问你啊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啊，我从小啊啊就想慢慢的我揣一兜子钱，坐着大汽车满世界我去兜风去。好，嗯，你的梦想我知道。那太好了。他这个梦想啊啊是当一名公交车的售票员。我哎，不是，驰骋的，你别驰骋了。那玩意儿驰骋得起来吗呢？你不说的吗？你说那是揣一兜子零钱。你这个。我那是揣的是整的。不是什么梦想？旅行家。很好。啊。我跟您这梦想就不一样了。那你什么梦想啊？当老师。干嘛？当老师啊。哦，你怎么想起当老师来了？教书育人多伟大的理想。是啊。对啊。但是这个老师啊。他可不像你说的这么简单，有什么难的呀？你瞧，啊，真要让你教的话，你打算教哪一科呀？我呀，啊，妇科。哪科？妇科。那咱俩拉拉手吧。你也妇科，我产科。产科像话吗？从你那儿出来就得上我这儿来。我不懂啊。什么？覆盖所有的学科，妇科。哦，都能教。没我不会的。嚯，你这话可大点。这一点都不大。那各科的老师可不像你想的是那么容易。老师有什么难的？老师有什么难的？老师不就训人吗？谁跟你说老师就会训人的？咱都有研究啊。哦，这你有研究？那是啊。啊，各科老师训人的话咱都知道。哦，你都研究过？都挨过。都挨过。不是，都细致的调查过。是啊。老师都有名言。老师都有名言？没观察过。你跟我们说说。举个例子来讲啊，你像这个数学老师啊，上课就有特点。那你跟我们说说这数学老师什么样？一般都这样啊。哟，同学们，嚯，刚才我讲的那道数学题大家听懂了没有？您这口音我也听不懂。听不懂啊。咱们讲下一道题啊。不是，您回来，您别这一道题。刚才那题我还没听懂呢，我说了我没听懂。我刚才讲的时候你听怎么去了？听怎么去了？还赖我了你还？这题是宋飞的题啊。什么玩意儿？宋飞的题啊。宋飞是谁啊？宋飞干嘛呀？不是你说的，这是宋飞的题啊。这题是宋飞的题。我的天，您有功夫跟语文老师学学普通话不成吗？不是，数学老师的名言，送分的题，有没有？哦，倒是老这么说。哎，语文老师不一样了。啊，那语文老师什么样？我觉得语文老师好当。语文怎么会好当呢？上课就4个字。哪4个字？背诵全文。你看，乐的朋友们都有生活。都背过是吧？班主任又不一样了。那班主任什么样？老爱说这么一句话。什么话？我在办公室就能听见你们班里说话。你们班也忒乱了。要不就是你是我们教过最次的一班。老实的话，他跟我们班也那么说。嗯，这是班主任啊。体育老师不一样了。哎，体育老师什么样？一般上课都这样。你学学啊。今天体育老师有事，咱们上自习。然后
给占了个了，你这真是。哎，上了六年学啊，从来没见过体育老师什么样，老让数学老师占了。我说这么多事儿就不要当老师了。哪儿啊？是不是有研究？你别说，说的还真有点意思。还是的，所以我能当老师。啊，你光会这个也当不了老师。有什么的呀？那老师分好多学科呢。都是这样，文科、理科。啊，对，文理。拿我来讲啊，最好的得说是文科，外语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您连中国话还没说明白呢，还教外语呢？怎么了？当着各位的面敢让我考你吗？什么？你敢让我当着各位的面考你吗？哼，怕你没那么大炉子。不，我还没带那么些辣椒面呢。什么意思？我考考你，出个题。啊，想出道题考考我啊？考验一下。没问题，随便出。可以啊，随便来。那我真说了啊。可以。也不难为你，就考你点单词。可以。看见这模样了吗？就这样出去，早晚让人打死。我这叫怎么说话呢？让人打了会喊救命吗 ？Help，H-E-L-P，help。我看这意思没少喊呢。这叫什么话呀？会说这个词儿。是啊 ，Help。哎，你这一喊救命啊，哎，警察就来了。警察会说吗 ？Policeman。又火。Policeman。这是看见亲人了，这是。得有气势啊！是啊。对了，哎，警察看见坏蛋揍你，他开枪救你，这开枪怎么说？彪，好，还有彪这个单词啊？那这个单词的复数形式它是？彪！别滑动滑动！手榴弹不要钱，我砸死你！哪儿啊？彪！哈什么？您这英文是象声词感觉？我问问你，这么说人听得懂吗？没人听得懂，真的听懂了吗？没听说过，咱真有本事。您说您上来这半天了，有一句话里带出本事来没有？就您这病。留学，我你上哪儿？留学生上哪儿？外国。您这病中国治不好了。这叫什么话？非得跑外国去？很多大学我都读过书，一提朋友们都知道。哪儿啊？英国有个剑桥，有吧？啊，倒是有这么个学校，哎，啊。我在那儿见过桥。嗯，民工。宝贝儿，您那不叫留学，您那叫劳务输出。民工干嘛呀？废话，跑上剑桥去了。那不是我在剑桥上过桥。剑桥上您都英国了还上过桥？有没有吧？啊，这学校倒是有。剑桥啊，这个牛津，嚯，麻省，哟呵，哈佛，嗯，哪儿？哈佛大学啊。您念的是河北省分院吧？反正我去得坐九字头的车，知道吗？哈哪儿哈佛还不是有这么一学校？我记得没有，人家叫哈佛，咱都读过书啊。是啊，这些学校 啊统共学习了八年。哦，学了八年。哎，学习了八年的中文写作。那你是疯了。这不是应该学那地儿，您得学英文呐。英语啊，尤其毕业的时候啊，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，轰动了世界。我写的是谁？我呀。我您写英文论文轰动世界，夺得了诺贝尔文学奖，多大的事儿啊！这奖不好得，知道吗？是知道。我国啊啊，夺那诺贝尔奖的啊，总共三位，都谁呀？莫言。哦，有啊。屠呦呦。啊，听说了。我不知道。什么？不知道。居委会没通知你啊？诺贝尔奖是居委会通知的是吧？贴墙上了吧？那是收暖气费的。不知道了吧？我第三位。我你别逗，你不是发表什么论文呢？对啊，在外国。是轰动世界，没错。你在这儿给我们来一遍怎么样？这在哪儿？就这儿。那不行，有什么不行？叫人相声大会啊，不是学术报告，过于的专业，朋友们不爱听这个。没有在这不。不，我们都感兴趣。没有、哎、不，我们都感兴趣，对不对？你哎，不是你不明白这个意思。我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不说呢？为什么？怕你听不懂。怎么着？你听不懂？就您那 biu 的底子，您能写出什么我听不懂的来呀？非要听是吧？哎，即便我不懂，还有在座的各位了。行，那我说说。你来来，学术论文，我就听你这个。很简短啊。啊，注意聆听。欢迎聆听。
Acoustic pen, take page 4. Toothpaste pen, hello. Toothpaste pen 3, take 4. Thank you very much. 朋友们都听傻了，你也傻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听明白了吗？就这都是我们同学，都是哈佛的，河北省人丁兴旺啊，这是要。我说你不会吧？不明白吗？不是你等等，我好像大概齐啊，听出点单词来。是吗？这两天有点上火呀、啊，耳朵有点堵。你慢点，你再来一遍，我就听懂。一句一句来是吧？对，你一句句来。听着啊，我听听。Acute bad pain。不是你再慢点，再慢你也不懂，你再慢点。Acute bad pain， 我都瞧见你晌午饭了。那叫什么话、啊？好嘛，没让您把最后一个字拖长了，您整体的能不能慢下来？这再慢都明白了。什么叫再慢都明白了？再慢点啊！哎，一个秃子买了个盆。一个秃子买了个盆，就是这意思啊。啊，第二句。这盆错，你慢点。这个盆是花的。哦，这个盆是花的。对了。好吧，还不喜欢素色。第三句。Toothpaste pen。你一个字一个字来。秃子回家是盆。哦，秃子回家是盆。啊。第四句。盆喽。还是个破盆，你还呀。Toothpaste 对这个错。你再慢点，你再来一遍。那么笨呢？你慢点说。秃子哭了，盆碎了，这个故事完了。秃子哭了，盆碎了。嗨，你这不懂吧？不是，我刚才听着不是这词儿啊。不，你这么听的不是啊？啊，把它练起来，中国字外国味，听起来好听极了。你再来一遍，我们听听。Acute bad pain, this is hot. This is pain. Hello, this is pain. Three, this is one. Thank you. 别谢谢了。